日本男星山下智久一向被封为男神级，不过近年频频被指崩坏。近日他在 Instagram 限时动态分享素颜自拍照，憔悴的样子引起了网民热烈讨论。相中山下智久戴住 cam 帽和眼镜，以素颜造型登上飞机，同平时男神的样子差异甚大，有不少的网民慨叹年近四十的他敌不过岁月痕迹。此外，山下智久素颜的样子看上去和吕仲贤特别相似。其实多年来有网民指出山下智久和吕仲贤撞样，随着前者年纪越来越大，两个人都越见似样。